这个嘉陵贫客哈，应物舍利的念佛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不功德罪呢，伊会当随意关家。那么呢，这拢是阿弥陀伊的愿力，伊的功德庄严出来啦，哈，庄严出来。那么咱每一个人嘛，是拢爱庄严咱的世界，哈。所以这个所谓讲菩萨呐，爱想讲我有一天我嘛会做佛，我嘛是会庄严我的世界，哈。当然，咱会想讲啊，我唔在想讲要庄严什么哈。咱想讲啊，我那个庄严跟阿弥陀同款啦，哈。四十八愿就是我的愿，哈。所以咱这个中峰国师三十四念讲，什么叫做信愿行愿者，愿愿以阿弥陀佛相应，哈。什么叫做愿愿跟阿弥陀相？阿弥陀要度众生，咱嘛要度众生。啊，咱若讲啊，我实在想无是甚物愿，安尼四十八愿当作咱的愿。我后摆嘛要甲阿弥陀同款，我的世界嘛是叫做极乐世界，吼，我的名嘛叫做阿弥陀佛，安尼嘛是会使，吼，因为西方内底啊，阮真侪佛拢名共名的，吼，比如讲观世音菩萨，吼，过去嘛是拄着观世音如来啊，所以嘛叫做观世音嘛，吼。那么呢，这个真侪佛啦，哦，拢是过去对拄着的佛，就是迄个名，所以即卖伊嘛是做迄个名。哦、所以咱后摆买在叫做阿弥陀佛啦，阿摆后摆买在叫做无量功夫啦、哦，那么呢，所以呢，咱佛咱买在发甲阿弥陀佛的愿啦、哦，所以即马咱来讲啊，未当一心庄严这个佛的净土，咱即马嘛是庄严佛的净土，咱嘛是讲叫做啊，希望我买当成佛，亲像阿弥陀佛安尼清净的世界来度众生，哈、哦，亲像阿弥陀佛同款。人啊，发念，那发这个意念来称我的名号，来意念我，我嘛要去甲伊救度安尼，同款哈。那么即摆呐发无的，就先安尼发，后摆呐要改，再搁改。嘿啊，即摆就想无，啊想无要发什么愿，啊就想讲，啊无就发，我嘛发四十八愿好啊，我发甲阿弥陀同款哈。啊后摆呐感觉无好，再搁改，无要紧哈，去甲极乐世界再搁改哈，甲阿弥陀参详。啊，咱即摆是。哎，未当一心出佛的世界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所在来讲，咱来爱发这个大心啦，吼、哦，咱嘛会做佛，我嘛会当成就这个极乐世界，成就极乐世界，安尼这个超大的道场嘛，对不吼、哦？那么呢，啊，咱嘛会当安尼做，爱有这个愿啦，吼、哦，未使讲啊，我都凡夫啦，啊，我食两支高赞塔尔，对不？我也无食菜，食无几年啊。哦，啊，甚至我也无智慧啊。有个人讲老菩萨讲啊，我也唔捌字，迄个迄无关系啦。咱有大愿哈、哦，所以不能一心出愿处诸佛的净妙世界哈、哦。所作誓愿不能调伏众生哈、哦。咱发愿唔是要为着要度一切众生，调伏一切众生，让和一切众生做佛，安尼叫做下愿哈、哦。所以下愿呢，无多成佛哈。哦那么要发这个大愿，哈、啊，当然啦，有个人会感觉讲，为什么，哈、啊，咱凡夫尔，哪有法度发这大愿，哈、啊，后壁会讲到啦，哈、啊，讲本来咱就爱发这个愿啦，哈、啊，一切诸佛就是要成佛嘛，是发这个愿，哈、啊。过来讲，除名菩萨四数集法，哈、啊，四种的快速成佛的法，讲佛有四法菩萨成就。那如果这四种的法菩萨成就的时阵呢，即能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哈、啊，那么菩萨就当快速，哈、啊，速进呢成就无上的正定正觉，一家灵持境界，哈、啊，静心求意，护持法门行，哈、啊，那么呢，第一就是讲护持境界，哈、啊，咱持这个界，哈、啊，比如讲咱在家，哦、啊，咱持五界。哈、哦，八关斋戒，哈、哦，讲到八关斋戒，哈、哦，有人可能无听到，我较早有讲过八关斋戒，莫啉咖啡啦，吼、哦，你咖啡甲啉豆奶唔是同款，嘛是豆啊，嘿啊，吼、哦，你甲啉咖啡甲啉豆奶是同款啦，啊，有人讲要二合一个三合一，二合一就是掺奶精啊，对吧？啊，唔是掺食牛奶同款，吼、哦，所以了较早有讲过啊。啊，所以咱若是有人八关斋戒，你莫摕咖啡出来结缘啦。啊，有个人会带咖啡来，可能会发心是好，惊讲恁会，啊，这个会念佛的爱困啦。啊，所以摕咖啡来，啊，
所以呢，这个咱若是知影，咱不管在个，要早加币来结缘啦，吼。若是食好糖会使啦，吼。咱若是讲依照这个戒律内底讲啊，袂使食豆奶、米奶嘛，啊豆啊加币嘛是豆啊，吼。啊，当然唔知影，唔知影就忏悔就好啊，吼。啊，若后摆咧。啊，唔好阁食啊！吼，咱若是要饲这八关斋戒，就吼，既然甲要饲啊吼，那么咱就甲饲哦，饲圆满吼，唔好讲啊，这个啊，这个一工尔嘛，吼，你若讲一世人就较困难，啊，一工尔，咱唔好讲哦，这也要开眼，那也开眼安尼，吼，所以这个爱记得哦，这个咖啡啊，咖啡唔好食，吼，所以这个。这个净身可以护持净戒吼，净戒，比如讲啦，咱在家啦，要五戒吼，或者是讲八关斋戒、菩萨戒，吼，咱来尽量持吼，过来护持法门行吼，那么护持咱修的这个法门吼，那么来护念吼，这个呢，安尼呢，就会当快速吼成佛。你家亲近修学大乘之人，以共同事哈。咱来亲近这个修大乘发菩提心的人哈，甲伊呢同事，就是讲甲伊同修啦，一同来修这个大乘法，那么一同来发菩提心，哈，一同来求这个成就佛道啦，爱亲近这个修大乘，安尼咱才会成佛啦，哈。那么意思是讲啊，咱对这个佛法。咱若要成佛的人啦，当然有的人会精进，伊可能会修这个小乘啊，修其他的啦，哈，迄嘛不要紧，那是随人的因缘。那如果你是真正你是要发菩提心啊，那么呢，如果你是要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哦，一定爱发菩提心啦，哈，就是爱亲近这个修这个大乘的人啊，甲修大乘的人呢。啊，亲近啊，那么接受到这方面的这个思想观念佛法啊，咱较袂吼。那亲近不是发大乘的人哦，故来呢啊，咱受到影响，咱嘛唔知影哈、啊，所以就爱亲近这个大乘的人。三者呢，所有之物的一切灵相，以大悲心施予一切，哈、啊，咱所有物件拢会当布施啊，哈、啊。咱的所有的啦，啊，内在外在啦，啊，乃至这个佛法啦，拢会当布施哦，众生。那么以大悲心施予一切，哈、啊，那么咱度众生啊，布施哦，众生的时阵啊，要用大悲心，哈、啊，咱讲同体大悲啦，同体就是讲咱甲众生拢是同一个体性，哈、啊，同一个体性啦、啊，就咱讲叫做庄严无上菩提。哦、共入毗卢性海，对不？那你讲啥经像安尼嘛？庄严无上菩提嘛。啊，之后呢，共入毗卢性海。哈、哦，为什么叫毗卢性海？就讲众生甲诸佛甲咱呢，拢是共一个体性。哈、哦，就是一经法界，就是毗卢遮那佛，就是清净法身呐、啊。哈、哦，所以咱经典内底讲十方三世佛啊，同共一法身呐、啊。哈、哦。那么十方三世佛拢共一个发心呐、啊，啊，咱众生嘛是共款，所以叫做同体啦。因为诸佛成佛了呢，啊，伊知影讲啊，众生皆是共一体，所以佛呢有迄个大悲心，菩萨有迄个呢慈悲心呢，伊无舍一切众生啊，任何一个人呢，伊拢无放弃，啊，那像讲地藏菩萨共款，这个、人佫做较歹，地藏菩萨嘛无放弃，因为迄个讲众生皆。菩萨是共一体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咱若是要学佛啦，咱就爱以大悲心来布施一切，哈、哦。那么施予一切无条件的，哈、哦，那么无分别的，那么咧无差别的，啊无偶像，哈、哦，无目的的，哈、哦，安尼来布施啦，哈、哦。那么布施了就放下啦，哈、哦，无一直记功啊，我做啥做啥，哈、哦，安尼叫做无所住啦，哈、哦。第四者一心愿处种种庄严诸佛世界，哈、啊，我呢一心我要希望呢，啊，得到种种的诸佛庄严的诸佛的世界，哈、啊，种种的庄严嘛，就像咱西方叫世界同款啊，七重香树、七重罗网、黄金为地，哈、啊，等等啊，个世界拢有这莲花，
啊，青色、青光啊，四季拢有化分啊。亲像这个《无量寿经》内底讲，每一丛树啊，脚拢有化阿弥陀佛啊，每一个所在拢有化菩萨啊。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四季拢有佛啦啊。那么无这个，所以这个是种种庄严的啊境界啊。所以呢，咱嘛是希望讲成就这个庄严的啊诸佛世界。也为调伏一切众生，是名四法哈、哦。那么嘛是为咱的成就净土哈、哦，咱发的愿拢是为着要利益一切众生的哈、哦，无为着咱家己来啊得到安乐，或者是得到利益的。那么呢，这叫做菩萨的心嘛哈、哦。所以呢，就是爱弃除这个五想哈、哦。所以呢，众生呐是受苦哈、哦，咱代一切众生受苦。咱心受苦，吼、哦，这叫做菩萨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像八大灵觉经讲，愿代众生受无量苦，对不？吼、哦，那么呢，那发心的人为着众生，伊甘愿心受苦，这就是菩萨的心嘛，吼、哦。那么安乐呢，就把人心去快乐；受苦呢，就是菩萨心去受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就是为凡夫心转做菩萨的心嘛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啊。是凡夫的时候，咱拢会顾家己啦，哈、哦。那么虽然咱即马做未到，啊，咱嘛爱知影讲啊，咱菩萨甲咱无共款，哈、哦。所以有的人呀，伊小可修行咧，甲要讲伊真牛，伊就是菩萨，但是伊都无了解菩萨迄个心量的广大啊，毋是咱一般人会当去体会啦，哈、哦。所以呢，咱虽然无法度做，咱嘛是爱知影，哈、哦。那么咱法愿爱调伏众生，是名四法哈、哦。那么这个下面讲出《毗华经》啊、哦，这是为《毗华经》来的啊。过来呢，讲出名发菩提心的功德啊。过、哦、来讲这个发菩提心啊、哦、的功德啊、哦，这已经呢差不多啊到上尾啊啊，所以来讲讲这个发菩提心的功德。那么这个所在讲的是《华严经》。啊，《华严经》内底，哈，《华严经》内底讲天地色呢，别发慧菩萨言，哈，这个呢，天人啊，地色天呢，伊就别发慧菩萨，伊问这个菩萨讲，讲佛祖，哈，问菩萨啦，所以叫菩萨佛祖，菩萨初发菩提心，所得功德，其量几何，哈，菩萨呐初发菩提心的时阵，伊所得的功德。哈、哦，伊个数量是到底偌济啦？几何就是讲偌济啦，哈、哦。那么发慧菩萨言，出于甚深，难说难知。意思讲发菩提心的功德，哈、哦，这个道理非常的深啦，哈、哦，难说难知，哈、哦，真歹讲啦，无法度讲发菩提心的功德偌大。那么呢，难知呢，就是讲嘛，真歹知影，哈、哦。难分别，难性解，哈、哦。那么难分别呢，就是讲无法度解算啊，无法度解较量啊，哈、哦。安怎解分讲哦？这功德偌大，迄功德偌大，无法真歹分啦、啊，哈、哦。难性解嘛，无法度相信，哈、哦。听到讲发菩提心的功德啊，那么呢嘛无法度了解，哈、哦。所以亲像这个《金刚经》内底讲啊，这个世尊讲，这个《金刚经》的功德啊，如果讲的时阵，众生嘛无多相信了解，哈，因为呢，这个上经的功德，大圣经典的功德啊，发菩提心的功德是真容易，真无容易了解，哈。难证难行难通达难思维，哈。那么嘛，真歹证到发菩提心嘛，啊嘛真歹修行这个菩提心嘛，过来难通达。啊，心无容易通达这个菩提心，甲伊个功德，咱思量诶啊，咱凡夫诶意识无多去思维啊，咱思维，咱度量，咱处理，啊，无多去甲伊测度啦、测量啦，那么无容易处理啊，这个菩提心啦，啊，那么这个发慧菩萨伊先讲啊，这个若发菩提心诶功德实在是真难啦、啊，啊，真难，啊。那么下面又搁讲，我当成佛为神之力，而为力说，哈、啊，我发慧菩萨呢，我即马应当来成，哈、啊，这个佛呢，诶，为神之力，哈、啊，
像这个信着这个呢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是卢舍那佛，伊的威神之力啊，来甲你讲，啊，意思讲我这个发菩提心的功德真歹讲，我是借着佛的加持，我讲互你听，啊，讲互你听，啊，佛的威神力啊，扶持啊，我讲互你听，讲佛祖，啊，那么下面是用譬如来讲，啊，讲佛祖啊。假使有人呢，以一切乐故供养东方阿僧祇世界所有众生，经于一劫，然后教令净持五戒。讲啊，我讲一个予你了解。假使有一个人啊，会当以一切乐故，乐故就是讲衣药饮食哈，那么呢，穿着哈，等等啊，哈，来供养哈。比如讲，互伊食，互伊用，互伊药啊，啊，那么互伊呢交通的工具、工具，所有的一切呢，拢互伊。伊若是众生需要啥，哦，那一切物件拢甲伊扶持啦，啊，扶持。那么供养东方阿僧祇世界所有众生，用一切的物件来供养东方呢？东方有偌济众生呢？就是一个阿僧祇世界所有众生，哈。那么这个众生有偌济呢？东方这个世界有阿僧祇啦，阿僧祇呢，咱一般讲无量数，哈，无量数，数目呢无法度算，哈。当然啦，如果依照这个印度呢，哈，数目的算法呢，哦，几啊十种，几啊十种，其中有十大数。十大数就是讲十种上大上大的数目啦。第一个叫做阿僧祇啦，阿僧祇，阿僧祇了后呢，佫叫做无量，了后无边，后来无定，哈，后来不可数、不可清、不可数、不可量、不可算，啊，最后迄个叫做不可算、不可算，啊，那么迄是上济啦，哈。那么呢，第一个大数目叫做阿僧祇啦。阿僧祇后壁阁有无量、无边、无定、不可数、不可数哈。那么了不乃至不可数、不可算。那么表示后壁阁有哦，哈。所以阿僧祇虽然是无数，但是嘛是有数的呀，哈。所以这个佛光词典内底讲啊，讲有人甲算啊，算讲阿僧祇是偌济呢？叫做一千万万万万。万万万万条，八万就对啦。我看字写八万，一千了后万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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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条，安尼，啊，那嘛是有数目啦，吼。但是真济真济，啊，毋是咱会当算出来。所以阿僧祇是无量数，但是嘛是有数的哦，吼。因为后壁阁有啥物无量无边啊，不可数、不可量，等等啊，不可算。那么呢，如果有人来供养这么多啊，哈，一千万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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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条安尼众生哈，那么是有数啦哈。那么经于一劫来供养伊一劫，哈，了教令净持五戒，了互伊食，互伊穿，互伊用，了搁教伊持五戒，哈。南西北方属于上下也好如是，哈。南方、西方、北方，哈。属于就是东南、东北、西南、西北，哈、哦，安尼嘛是该教，安尼就总共有十方啊，十方哦，哈、哦，十方。那么诸人功德名为多佛，哈、哦。那么这个人教十方的世界啊，阿僧祇的众生，叫伊供养一劫了，佮教伊持五戒，安尼功德是毋是真济啊？哈、哦。那么天地言呢，哈、哦，地释天就讲，诸人功德为佛能知啦。哈、哦，安尼供养遐尼济十方的众生哦，佮教伊持五戒哦，那么安尼功德真大啊，哈、哦。那么这种人的功德可能只有佛教我都知吧，哈、哦。那么发慧言啊，发慧菩萨讲，诸人的功德，这人功德安尼有够大吧，哈、哦。供养十方阿僧祇的众生，一劫了佮教伊持五戒，安尼功德已经真大啊。但是呢，比菩萨初发心的功德。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哈、啊，意思讲头前迄个功德就算未了啊。但是呐，如果比起呢发菩提心的菩萨发菩提心的功德，一百分佫无伊的一分呢，无发菩提心的一分呢，千分不及一，就是讲
哇，无到菩萨发心的一分呢，百千分不一个一呢，就是讲呢，百千就是啊，咱来讲百千就是十万嘛，啊，十万分不一个一啊。如是一分、百一分、千一分，哈、啊，乃至一亿分之一嘛无，百一分之一嘛无，千一分之一嘛无，百千一分之一嘛无，哈、啊，后壁佫讲袂讲，哪有他一分，哈、啊？那有他呢，就是一千亿，哈、啊，一千亿个一亿，哈、啊，个乘以一亿，哈、啊，叫做那有他一分，百那有他一分，千那有他一分，这个是愈来愈大了，哈、啊，百千那有他一分，哈、啊，那么当然咱无去甲算啦，哈、啊，这得爱用这个电脑去算啊，百万那有他一分，哈、啊，嘛算未出来，无哈多比菩萨发心的功德。最后乃至优婆尼沙陀分也不及一，哈、啊！优婆尼沙陀分咧，就讲真就一支毛，一直甲切，一直甲切，切甲上米细，上米细，切甲强要敢那虚空共款无啊！遐尼啊细，遐尼啊细，哈！头前这个人啊，供养十个阿僧祇的世界众生，佮教因持五戒人，不如菩萨咧，初发心的功德，哈、啊！不如咧，这个优婆尼沙陀分咧不及一，哈、啊！那么过来讲佛祖啊，且至此喻啊，意思讲啊，咱暂且啊，这个譬如咱卖讲啊，这个譬如咧，就无法度譬如讲，甲菩萨发心的功德比了，咱这个譬如就卖讲啊，先放下。咱阁讲另外一个，讲假使有人以一切乐故供养十方十阿僧祇世界所有众生，经过百劫啊，拄好是。供养一劫尔，即马讲一百劫，哈、啊！供养伊一百劫了后呢，然后佫教伊修十善道。头前只是教伊修五戒尔，即马佫修十善啊，哈、啊！十善就是讲不杀生、不偷盗、哈、啊、不邪淫、不良色、绮语、哈、啊、恶口、哈、啊，那么妄言啊，乃至不贪嗔痴啊，修这十善业。啊、哦，甚至过来讲，如是来供养，经过一千劫，哈、哦，佮教伊修四禅、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过来佮经过一百千劫，哈、哦，佮教伊修这个四无量心，啊，诸比喜舍，啊，诸无量心，啊，比无量心、喜无量心，啊，舍无量心，安尼佮教伊修安尼，佮经过一亿劫，佮教伊修这个四无色定。空无边啊，那么呢啊，色无边，无所有，甲非相非非相定，安尼个教伊即个四种个定，佮经过一百亿劫个，佮教伊呢，互伊做即个殊陀梵果，就是初果啊，佮经过一千亿劫，佮教伊做即个殊陀梵果个离果，佮经过伊百千亿劫呢，佮教伊做即个阿那含果个三果啊，声闻三果。佮经过那由他一劫呢，教伊住阿罗汉果，哈、啊，那么再到声闻的四果，佮经过百千那由他一劫教住呢，辟支佛道，哈、啊，那么互伊正式的因果，是人功德能能为多佛，哈、啊，意思讲咱卖讲伊受教伊持五戒，甚至佮教伊持这十善业，乃至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到辟支佛果。哈、啊，安尼这个人功德是毋是真大啊？啊，真大啦！所以天地言，哈、啊，诸人功德为佛灵地啊！啊，你若安尼讲，这个人功德真大啊！好像教遐侪众生正果啊！发慧菩萨言，诸人功德比菩萨初发心功德百分不及一，乃至优婆尼沙陀分不及一，哈、啊。那么这个人功德虽然遐尔大，大伊种种阿罗汉果、辟支佛果，但是呢，比菩萨初发心的功德啊，无法度比啊。讲何以故呢？啊，讲为什么呢？比袂起呢？何以故？一切诸佛初发心时呢，不但为伊一切乐故供养十方十阿僧祇世界所有众生啊，经于百劫啊。乃至百千那由他一劫啊，这劫是伊来劫过发菩提心啊。意思讲，诸佛发心的时阵，唔是只有要供养十个阿僧祇世界
吼、哦，这个所在呢，就是讲十个阿僧祇呢，咱拄啊讲的，在印度的数目内底，十个阿僧祇阁算会出来哦，唔是算未出来哦，算是有数目的、有量的哦。哦，所以简单讲呢，讲诸佛法身唔是只有要供养迄有限有量的众生啦，那么嘛唔是只有要供养伊啊百姓。哪有他减呢？嘛，迄嘛是有限的，哈、哦，时间有限的众生，菩萨不是要度有限的众生呢，嘛不是要度有限的时间呢，来发菩提心嘛，伊不是用有限的时间来度众生呢、哦、那么呢，简单讲的是无限无量啊，哈、哦，众生无边嘛，哈、哦。那么这个呢，这个十方无边世界嘛，哈、哦。所以伊不是只有度有限的。这个世界众生嘛，唔是度有限的时间，哈、哦。那么不但为教你所众生灵修五戒，哈、哦。那么菩萨发心呢，要成佛，唔是只有要教人修五戒，或者是讲修十善业道，或者是教人修四禅、四无量心、四无色定，啊，教人得到殊陀梵果，啊，初果、支陀含果二果、阿那含果三果。阿罗汉果四果，必须佛道哈，果、啊、发菩提心，唔是要教人讲得到这个声闻因果来发菩提心嘛？唔是要教人遮尔啦，哈、啊。那么上后边过来即句讲，为令如来众生不断故，哈、啊。意思讲，唔是要只有教人持五戒啦，修持善业啦，乃至证阿罗汉果，主要是讲为着要互伊证到如来的这个哈、啊，这个智慧。如来的佛果、啊、所以呢，咱简单讲，即句为虾米讲无阿多比菩萨的初发心？第一，因为呢，这个所在譬如的多的众生是阿僧祇嘛，是有限的啦。时间呢，百千万亿哪有他劫嘛，是有限的。佛度众生是无限的时间，无限的众生。第二呢，唔是只有教人修五戒十善，也是证这个声闻缘觉。是为着要让众生幸福的，所以无法度比啦，哈、哦。所以呢，重点还是这两点啦，无法度比，哈、哦。那么，咱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哈、啊，咱先讲到这，哈、哦。那么，其他这个冥想啊，哈、哦，咱看这个譬如啊，主要是了解伊这个重点，就是讲哦，伊因为伊唔是要度众生得到阿罗汉果的声闻缘觉呢。爱要度一切众生成佛，哈、哦。那么下面呢，咱明仔再去讲，哈、哦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众生无边誓愿度。烦恼无尽誓愿断。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好，请放掌。请放开四十二页，啊，四十二页。咱昨讲这个发菩提心的功德，啊，那么这个法会菩萨讲，啊，讲发菩提心的功德，啊，无量无边，啊，不是只有讲的。要教化，要度这个，吼、哦，供养这个，十个阿僧祇世界众生而已啦，哈、哦，啊，不是讲要只有戒持五戒，修持善业，啊，修四禅、四无量心、四无色定，
啊，或者是解到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阿罗汉果，啊，或者是辟支佛果来发菩提心，啊。那么即摆看这个四十二页的啊，第八行，对，第二段遮啦，啊，意思讲菩萨发心，唔是讲只是要教因啊五戒十善，或者是这个证阿罗汉果，啊，得到辟支佛果利益。那么嘛，唔是只有要教讲这个十个阿僧祇世界的众生，嘛唔是只有要教一百劫、一千劫，哈，或者是百千那由他劫，啊，因为这呢，第一呢，十阿僧祇世界众生虽然是真多，但是各有数目的。那么教因呢，百千那由他一劫，虽然是真久，但是嘛有尽呢，哈。那么菩萨呢，度众生是无尽的，哈、啊。那么时间嘛是无尽的，众生嘛是无尽，这是伊有甚物无法度比菩提心的功德。第二呢，菩萨唔是有是为着要呢教因这个呢五戒十善乃至正这个辟支佛果尔，哈、啊。那么下面讲为甚物呢？咱看这个中这段哈、啊，第八行讲为令如来众生不断故，哈、啊。意思讲，唔是只有要教因的五戒十善呢，这是证阿罗汉果、辟支佛果，是为着吼、哦，这个诸佛的哈精进呢，哈诸佛的呢种性呢不断哈、啊。比如讲，咱自归依佛，当愿众生呢少龙佛种啊，发无上心呐、啊，哈、啊。意思讲呢，为着要让众生啊，世间有佛啊，佛会当一个尊佛，一尊佛不断。有菩萨成佛，为着要这个如来种性不断，所以呢，菩萨发菩提心，就是讲伊唔是为着要，只是要证阿罗汉果，证这个小性果，伊是为着要成这个佛果，哈、啊。所以讲，为着要如来种性不断，所以发菩提心。过来讲，为充遍一切世界故，为度脱一切世界众生故，哈、啊。意思讲，咱充遍一切世界，哈、啊，唔是只有十个阿僧祇的世界利益。阿僧祇虽然是真多，哈、啊，但是嘛是有尽啊，是为着要一切世界，哈、啊，充遍一切世界，就是讲了解所有一切的世界，到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，了解一切的世界，哈、啊，在这个啊发菩提心的功德品来底讲。要了解有的世界是大世界，有的是小世界，有的广大的世界，哈，有的狭世界，哈，狭窄的世界，有的粗的世界，啊，有的幼的世界，渺的世界，哈，有的清净的世界，有的污秽的世界。菩萨是要了解所有的一切世界，哈，所以发菩提心，哈。那么，就咱南无心教世界，咱往到他方十万亿分啊，了解一切世界。啊，了解一切世界因缘，过来讲为度脱一切世界众生故。意思讲呢，咱要度脱呢所有一切众生，哈、啊，唔是只有一个十个阿僧祇世界利益，哈、啊，菩萨为着要度一切众生，哈、啊，为摄持一切世界心怀故，哈、啊，摄持就是尽持啦，完全拢了解一切世界心住怀空。啊，伊种种的因缘拢了解，啊，亲像咱华严经内底讲，那么有花种世界，无量的世界种、世界海，哦，世界是无尽的，唔是只有咱娑婆世界，也是讲只有咱这个地球而已啦，哦，所以世界是无尽的，啊，咱大的世界只不过是小小的一个世界，啊，如果在华藏世界内底，嘛只不过是第十三层尔，哈。那么第十三层内底呢，啊，东方有娑婆世界，啊，西方有极乐世界，咧讲这个第十三层利益。但是世界阁有无尽哦，啊，所以讲，知影讲一切世界的心怀、行住怀空，那么伊的时间，啊，伊的这个空间，拢要了解，啊。那么咱若讲伊这个声闻啊，还是讲辟支佛啦，因的智慧有限，啊，因的若如果无发菩提心的阿罗汉。伊所了解的世界，伊无法度了解有他方的佛啦，他方的世界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发菩提心的菩萨，就为着要了解一切世界，吼、哦。
过来讲为设置一切世界中众生故真故，哈，爱知影讲所有一切世界当中，众生是有故还是清净，哈，伊是烦恼，哈，众生故就是讲啊，刚才咱阿弥陀经讲众生浊啦，众生浊，什么叫做众生浊？哈，就是讲西方极乐世界内底无三恶道，无地狱，无五鬼，无畜生。大家拢是即个呢莲花化身，大家拢是清净庄严三十二相，金刚那由他心啊哈。那么那罗延伸啊，所以呢，西方极乐世界众生拢是平等，但是咱娑婆世界为什么叫做众生众？啊，因为有高下，有妄堂，有好心，有鬼道，有地狱啊。那以及呢，咱人有诶有福报，有诶无福报啊，是身体呢？啊，健康无同，福报无同，所以叫做众生浊啦，哈、啊。那么这就是讲众生垢，就是意思讲众生浊。咱了解讲哦，娑婆世界众生，哈、啊，西方世界呢有无量的众生。那么有的世界众生是拢平等的，是清净的；啊，有的世界众生是污染的，哈、啊，是差别的，哈、啊，无同。所以为着要了解西方一切世界，哈、啊。刚才咱看这个经典内底啊，哈，有诶他方的菩萨毋捌看过娑婆世界，哈，诶众生啦，哈，所以亲像这个目犍连尊者啊，哈，捌到他方世界去啊，哈，那么因为咱娑婆世界众生较细汉啦，所以呢，到了他方世界的时阵啊，又在这个他方世界即个菩萨的钵顶头啊，敢那一只佛神共款啊，佛神迄个。迄、那个钵的边啊顶头安尼尔，哈、哦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他方佛讲，这你唔好看轻哦，这是啊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大地主啊，神通第一哦。哦，你唔好看遐细只啊，哦，敢那佛神同款啊，哈、哦。所以敢那讲起来，想讲啦，这个、天人啊，是讲他方的菩萨，看咱敢那乌毒虫有够细只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菩萨啦，有诶唔捌看过遮细汉的咧。诶，众生啊，所以他方的世界听着讲，哦，啊，这世界末日地主那叫细汉，那叫细只，唔是细汉尔，是细只，哈、啊，未使讲细尾，哈、啊，这唔是大尾的菩萨，那是细尾，哈、啊。那么呢，所以呢，伊为着要了解西方一切众生，咱菩萨拢会知，啊，所以有的菩萨唔捌看过咱娑婆世界的修行者，哈、啊。所以这个呢，为设置一切世界中众生故真故，哈、啊，为设置一切世界自性清净故，哈、啊，就讲、是、世界虽然呐、啊、有差别，有众生有好歹，但是所有的世界拢是清净的，爱了解啊。娑婆世界虽然是咱即马看起来这个呢，哈、啊，坑坎丘陵啊，关关格格，有风台地动，对不？有海啸。但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报土内底呢，拢是清净的，哈、哦，唔袂使讲啊，释迦牟尼佛的世界无清净，有风台，有地动，有灾难，哈、哦，在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内底呢，甲阿弥陀是拢同款，哈、哦，所以这叫做世界自性清净啦，爱了解，哈、哦，当然啦、啊，咱凡夫无法度在娑婆世界内底看到这个世间的净土，哈、哦。那么呢，咱因为咱有烦恼，哈、哦，所以呢，依照经论来讲呢，那么爱这个呢，正法身的菩萨，哈、哦，正初地以上，还是圆教初住以上，较有法度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分证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就亲像讲话做啊，咱去五台山，有个人啊去调五台山，什么拢无看到，对不哈、哦？啊，那么有个人啊过去做事去五台山。看到文殊菩萨，哈、啊，普贤菩萨，哈、啊，边啊拢有一两万的菩萨在遐修行。那么迄、那个伊的道场呢，就甲极乐世界同款清净平，哈、啊。那么但是咱去到五台山看，佫无同款，哈、啊。所以这叫做呢，这个分证的自性净土啦，哈、啊。所以为着要了解所有一切净土啦，哈、啊。所以呐，依照这个。清净的本性来讲，咱娑婆世间甲西方极乐世界拢是共款。那么，因为咱众生有烦恼啊，然后烦恼啊，啊有即个分别啦、啊，所以咱感受袂出来即个娑婆世界的清净啦、啊，哈、啊。所以因此，释迦牟尼佛
应对着咱这种的众生，叫咱应当发愿，哈，去西方极乐世界，哈。那亲像咱这样样搞的，应当去极乐世界修啊，较对啦，哈。意思讲，咱若伫遮修无，啊，就去极乐世界修。所以叫咱应当发愿啊，哈，应当发愿。所以要了解自性清净啊，哈。为过来为着摄持一切众生心乐烦恼是其故，哈。一切众生伊的心。啊，所欢喜啊，所喜乐的是什么？啊，所希望的是什么？拢爱知影。那么一切众生的烦恼的是什么？那么是拢爱知影。哈，啊，伊众生的习气是安怎？拢爱知影。所以菩萨为着要度众生，爱了解众生嘛。哈，所以一切众生的烦恼，还是欢喜、希望，伊的习气是啥？拢爱知影，为着要拢了解啦。哈。那么如果是声闻缘觉，无一定完全拢了解，因为因所了解有限啦，哈，伊过去生的善根，众生是安怎嘛，无一定拢完全的当了解。那么佛家呢，拢完全拢了解，哈。过来讲，为摄持一切众生，悉处生彼国，哈，这就是属于讲咱天眼的智慧。哈，来讲众生往生了后，伊为者死啊，那么往生到其他的所在去，咱拢看得清楚，拢知影哈。那么咧是讲有这个天眼的智慧啦。啊，众生为者往生了后，为要去投胎，那么佛陀有这个智慧，完全拢了解，所有一切拢众生拢了解哈。过来讲为摄持一切众生诸根方便故啊。了解一切众生呢，哈，伊个根性，哈。那么了解众生的根性了后，咱就会当摄这个方便。方便就是讲呢，哈，咱用什么了解伊个根基了后，哈，咱用什么方法来解脱？那么用什么方便来解接引？哈，那么爱上了解一切众生，那么个了解这个方法，哈。有当时啊，咱了解众生，无一定了解方法啦。哈，所以咱讲，咱佛法讲做治病摄药啦，知影病啊，无一定知影药啦，哈，有的人啊，比如讲我啊，人讲哈，人呆看面就知，哈，啊，知影讲啊，你这好呆好呆，啊，大可不离呆，哈，所以呢，看面就知影你这种病嘛，哈，啊，但是你是不是有法度开药好减肥？迄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啦。啊，你讲啊，你的病就是吼。好呆，啊！你的病就是大口爱减肥，但是你开的药是毋会食的，无一定啦吼。所以有的人啊，为什么会去用骗去啊？比如讲啊，讲你胃无好，你肝无好，你胆无好，啊，你腰子无好，哦，对，伊讲得足准的呢，哦，啊，但是讲得足准呢，哦，叫你买这罐水，还是买这食品，啊，买这物件，是毋是食会好？啊，就无得确吼，因为知影病啊，有当时啊病吼。人若看，迄小看就知影。但是是毋是会当开到适应的药啊？迄个佫另外一个哈层次的问题啦。哈，所以呢，大家看到我嘛知影讲伤大颗，但是你是毋是会当互我减肥啊？迄个是佫另外一个问题。哦，所以叫做治病适药啦。知影病，啊佫知影药，啊所以这个所在知影一切众生，就知影伊的病啦，伊的资金啦，啊佫知影方便，就是爱知影药啦。吼，看用什么方法来给他教，哈。所以呢，咱也不是菩萨啦，有的是这个阿罗汉，伊知影你病，但是伊无一定知影药，哈。知影大家拢嘛病，贪嗔痴啊，拢有病啊，啊，但是要用什么方法呢？就想无咧，哈。敢那咱知影讲啊，这囡仔就爱安怎教，安怎教，啊，就是知影讲这囡仔，哈，爱欠教，啊，但是要安怎教，唔知，未晓教，哈，啊，就无方法嘛，哈。所以这个爱知一切众生诸根方便，再来讲为摄持一切众生心行故，啊，知影讲众生的起心动念啊，哈，伊心念的起动是啥物，拢了解，哈，为摄持一切众生三世谛故，三世谛就是宿命啦，哈，过去生的因缘啦，咱讲宿命谛，哈，这个宿命通啊，伊知影讲啊，伊过去的拢知影。哈，那是一切众生无量世嘛，知影啊，不是只有知影三世尔啦，啊，不是讲啊，你过去生是安怎，哈，过来过去安怎，哈，那么爱知影无量世，过来讲为摄持一切佛境界平等故，
为着要了解一切佛的境界平等，所以呢，发离无上菩提之心，意思讲菩萨伊为虾米发菩提心的功德真大，因为伊唔是讲只有要度迄个有限的众生，在有限的时间内底，或者是只是度因正即个声闻缘觉，或者是五界实现利益啦，是为着要了解一切众生，要了解一切佛法，来发菩提心。